谁人打算打过我，惊损怨动的笑声，谁人敢讲一生为着别人活？不是，是因为咱拢怨向天当头人。哎，杨子，哎，听了你感觉用什么歌来代表咱人生的过程？人生的过程哦，其实我最近有一首歌可以代表整个人生的过程。是，因为伊是咧写人诶，人生一定爱有时，时落驼背里面，是定咱的这个吼定时的，然后啊，这个爱有这个温，但是终究你还是要认命呐、到老的时阵你都要认命，所以讲有很多年纪大的哦，咱就来去佚佗，来去游览，来对咱妈做行路，安尼就对啊啦，哦，世事都唔免插拍济安尼啦，所以讲带来这首叫做《时呀温呀命呀》，送给大家，来拍拍一下，来谢谢。一切全是命呀。